我的声音大部分已经恢复了啊，大概有80%-90%。我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给我的带导，还有很多人给我祖传秘方。有大部分是黑色的，有一些是深蓝色的，有一些棕色的，有一些是橘红色的，我通通全部吃进去，所以我的声音从上个礼拜差不多只有一半的声音，今天恢复到我能够自由的表达。我请他们把这个麦克风弄得声音大一点，所以我就可以减少我要出口的声音。要谢谢各位，也祈求您包涵。今天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谈《使徒行传》第14章，我的定的题目是宣教士的挑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人生中都会经过很多很多的挑战。你们在小学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每一次到期末考的时候，对我来讲总是一个挑战。那等到认真努力，然后期末考过了以后，心里总觉得好像完成了一件事情，有一种成就感，这是比较小的一点挑战。等到你们要上大学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你如果想进入重点大学要高考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讲，我常常做噩梦，都是那前一天晚上睡不着。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大学毕业想出国来留学，多学一点学问，这是很好的事情。弟兄姐妹，但是你到这个美国的这个领事馆去签证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大的挑战？要准备很多的文件，要练习一下自己的英文，看看这个考试官能不能了解你所要讲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来美国留学，然后觉得这里的工作机会比较好，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对你可能比较适合，你决定又留在美国，是不是都每一个人都要经过，都要申请绿卡？弟兄姐妹，其实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的，我们在座的人大部分，你们都是已经过五关斩六将，身经百战的勇士。我就用一个图片来讲最近这个挑战比较厉害的两个。左边的一个是爬高山，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这是几个礼拜的事情？这是在加州的那个Yosemite， 他们翻成优山美地啊，非常漂亮的地方，我去过。但是那里有一个高山是垂直的，你可以看到照片，听说差不多有3000英尺高的地方。有两个人就接受这个挑战，要从地面上然后爬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就只有两只手。他唯一有的这个吊的这个绳子不是帮他爬山的，那是万一他爬不好的时候掉下来，他能够给他 hold 住，然后继续再往前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电视的报道，我看的时候我脚底都会发痒的。弟兄姐妹，他们接受这个挑战，完成这个挑战，他们很大大的庆祝。接着我们看右边，右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看你就知道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红海的时候。你知道前面碰到大的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差不多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吩咐他做的事情，他在神的面前举手向他来祷告。我们看到那个图片画得非常的这个生动，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可以经过。等到埃及追兵来的时候，红海又过来把他们军队消灭了。弟兄姐妹，这只是点点滴滴，我们看到人生当中，圣经以内圣经外面都有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14章，也是一个宣教士所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上一次徐志炯长老跟你们讲的是第一次布道的上半部，是13章，这14章是第一次布道的下半部。我们知道他们这里有一个地图哈，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我指这个你们那里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哦，这个
PowerPoint 就知道往这里啊、哦，是在这个地方啊、哦。我以为这里的雷射，那里也会有雷射啊、哦。这个要等待工程师再发明一下啊。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土耳其的南部啊，上一部是在那个居比路岛，还有这个南部的地方。现在比较进去一点的，主要有三个城市，大概就是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跟特比是比较相近一点。我们就看这个十四章的第一节，我念几节重要的经节就好。也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会堂，在那里讲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不顺从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怒弟兄。然后跳到第五节，那时外邦人的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一起涌上来，要领入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两人就是巴拉巴跟保罗，他们进的地方第一个都是在犹太人的会堂来讲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基督教的会堂，因为他们出去使徒是去布道，是去建立教会的，所以没有基督教的像我们这样的聚会，他们可以来传讲，所以唯一的就是在犹太人的会堂中来讲。我们看到他们这里他们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信了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弟兄姐妹，我们回想到我们现在2000年以后，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大众的布道或者个人的布道，都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会信，但是有一些人总是不信的，他们也是碰到同样的情形。但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非常凶的，他们会耸动这些外邦人，然后叫他们心里怎么样，很生气这两位宣教士。然后第十五节就讲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就等于犹太人跟犹太联合在一起，而且还加上一些官长，官长就比较有势力，所以他们一大群一起涌上来，要领入他们，而且用石头打他们。好，这里没有记载打下去，所以可能就来势汹汹，结果他们保罗跟巴拉巴就逃出去了。弟兄姐妹，古时候传福音有人信，有很多人不信，我们现在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本地宣教，你在外地宣道，都会碰到同样的挑战。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同的，以前用石头打人家，我现在至少我所走过的地方，我们这个主要是在美国，但是去英国、去泰国、去中国宣教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人家不信的拿起石头要打人家。通常现在不信的，因为现在比较文明，我们心里就说没有感动啊，都是这样而已，是反对他，比较在心里面的反对，而不是外在形式来这个，这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但是要记住，特别是有一些刚出该练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心里会受到一种挫折，说传福音他不信，哎呀，我是觉得很像没有什么面子。实际上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传福音的话是替神来传福音，我们是把神的福音介绍给他们，不是介绍我们的福音，我们只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仆人。所以如果他们不信，他们反对福音的话，他不是反对你的，他是还不能接受神的福音，也许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也许你讲解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不能打动他们的心。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好像他反对我一样。如果能够把这个心理的这个障碍去掉，对我们传福音就会比较有利。因为你一个人不信，你就不再传福音的话，后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人有机会听你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虽然是一个宣教士在传福音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哦。宣教士的定义就是说 oversee， 就是说坐飞机到远远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是没有错。但是你知道现在20世纪的话，交通非常的发达，
还有我们这个通信非常的发达，所以你所传福音的人啊，远地的人在中国或者在欧洲啊，事实上他们怎么样坐飞机就来到你的面前，就坐在你的隔壁。弟兄姐妹，现在这个向远地的人传福音了，远地的人就跑到你的隔壁来，虽然他不是跟你长久住一起，但是也许是三个月，也许是三个礼拜，这就是你在本地来做海外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观念上传福音可能要打破一些这种地理的限制还有人群的限制。弟兄姐妹，很多很多以前在外地才能传福音的，以前要坐船三个月才能开始向一个外国人传福音的，今天只要24小时，你的朋友就从武汉，你的朋友就从兰州或者全国各地的地方来到你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这是一定的。你传福音的对象，传福音的地方也许会变化，这是一个宣教士会碰到的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挑战。好，接着我们知道他石头好像没有打下去，他们就逃跑了，然后跑到路斯德去。你如果看那个地图的话，就是隔大概也是差不多50-60英里的地方。第八节那里记载，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坐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我们就跳到13节，说在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来献祭。第一个就是行神迹，行这个医治的这种观念。有一个瘸腿的，他生来就瘸腿，是从来就不会走路的，但是听说保罗这样传福音的话，他们会有丰盛的。他知道他有能力，所以他坐在那里听他讲道。弟兄姐妹，一方面听他讲道，他心里一方面怎么样，假如是你的话，你是不是怎样，是不是这个人可以把我这个瘸腿来得到医治呢？保罗他讲道的时候定睛就看着那个人，他看到他有需要，而且看到他有信心。哇，弟兄姐妹，我们人外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像使徒的话，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他可以看到你心里到底是不是有信心。而可能还有其他有需要的，但是他心里没有信心，他坐在那里听到，就说看他讲的道好不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讲道的这个方法好不好。这样的人的话，不是信心，你只是来听到，但是这个人不只听到，他有信心，他有祈求，他也没有讲，但是你知道瘸腿的就坐在这个地上，保罗一看就看出来的，所以他知道他可以得到痊愈。接着下一节就讲说怎么样，你站起来。哇，果然神就给他很大的能力，他就站起来，而且就马上行走。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好像圣经第四纪的时候有很多神迹奇事，特别是关于这个医治的事情，有一些人很羡慕啊。这时候21世纪的说不是没有，也有的，我们也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个人的信念来讲，20世纪这很多很多医学的发达，有些比较轻一点的病已经有医生的聪明，他能够制造一些药能够把你医治了，所以不一定要小小的病就一定要怎么样，完全靠着信心一定要神来医治。神医治的方法可能就借着这些现在科学的发达能够来解决一大半的问题。当然现在的人还是有人需要行特别的神迹，因为就像这个瘸腿的一样，是没有什么药可医的，他是天生下来，不晓得是医学上的原因怎么分析，就是不能站，就是不能走。这时候我们还仍然可以向神来祈求。
但是我个人的信念是比较不赞成在大众的时候有很多特别有力量的来行神医，好像给大家来看一样。我是比较赞成个人在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假如像这个瘸腿的一样，你有信心在面前的祈求，你已经所有的医药都不能医的时候，神有时候也会行神迹奇事让你出来。但是千万要记住，神这个神迹奇事有他的目的的，他不是每一个人说我不信你，你就让我显出一个特别的意象，我看了以后我就信耶稣基督，这样的情形通常神不会的。你们也碰到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想要看神迹才要相信，神已经把他的话语记在圣经上，神已经把21的基督徒放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借着他的圣经，借着这些我们的这基督徒来向他们传福音。他如果是显神迹的话，通常是比较特别特别的事情才会传行这个神迹。这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我们如果继续读圣经就看到，哇，他们当时的人看到他大有能力，非常高兴，但是怎么样，误解了，他们把他们巴拉巴跟保罗当作神一样要来拜他们。哇，他们那里有一个那庙里面的祭司是丢失，丢失就是太阳神，他们是拜太阳神的。哇，他说这个使徒保罗好像太阳神一样的力量，结果他很多人都来到他的面前，带着花圈还牵着献祭的牛要来向他们献祭。哇，弟兄姐妹，他献祭意思就是把保罗跟巴拉巴当作神来敬拜。哇，这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人向你献祭，可能没有人拿着花圈到你的面前把你当作神，但是弟兄姐妹，在无形中我们要非常小心，特别是传福音的，不要让他们以为你是特别一个神的一个特别的化身，你只是替神来传福音。所以保罗跟巴拉巴你就看着他们把衣服就撕开，表示非常这个痛心的，完全被误解了。他们跳到洞人当中，他说我跟你们一样的，我只是把神的福音介绍给你们，我是跟你们一样有性情中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21世纪，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你传得特别有力量的时候，常常会造成有一种误解，某某人就怎样，某某就怎样，有时候我们就代替了神的位置，这是非常要小心的。所以众人他们这里要向他来献祭，保罗就叫他们千万千万不可。虽然他做得非常对，因为他没有让众人来向他献祭当神来拜，但是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厉害。哦，弟兄姐妹，不只只有这些犹太人，而且外地他前面讲以哥念，前面安提亚那边的人也跑来了，因为他知道保罗继续在传福音的，所以他就扰动这些众人。哎，这一次真的用石头就打保罗跟巴拉巴，而且把他们打得像死人一样，所以就拖到城外里面，当一个死人一样的丢在那里。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如果比起他们来讲是不得了的。我们如果到外地去传道的话，有人跟我们打石头，你会不会下一次会不会再去？还好没有人打石头，而且还欢送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实在是文明多了。弟兄姐妹，21世纪里面有没有打石头的？我没有见过。但是有没有被棍子打的？我就有听说过。3个月前我去亚洲做短宣的时候，就杨一哲牧师，我们知道他在佤邦那个地方做宣教士已经20年了，他建立一个学校，然后也建立一个教堂。他的学校现在因为缅甸政府已经接收过去，就成为整个公立学校的一个制度，所以他们唯一
在这个参与的就是支援他们老师，因为他们老师的资源不够。到今年七月的时候，有六位最后的老师就退下来，就完全交给缅甸政府。但是他心里纪念的是一个教堂，那教堂不是很大，大概70个人左右的聚会，也许像我们这里的一半，但是他们的会有大概140个，因为那些人都是农民，所以他们如果丈夫来聚会，太太就要在家里耕田。那个教会是他心里所顾念的，他有一个接班人叫包传道。我们有短宣队哦，高同济夫妇他们，我还有伟江牧师，我们就特别去训练他。为什么要训练他呢？因为他本来要申请到泰国的伯利恒的神学院去读的，泰国不准的，因为他们是缅甸人，缅甸跟泰国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特别是他们的地方叫做金三角，你们知道意思吗？哦，都是种毒品、做毒品、卖毒品的一个地方，所以两边的政府还有加上辽国，他们三角就是这三个国家都非常的紧张的。我去那边泰国的时候，是泰国的北部，也是在金三角的其中的地方，他们叫我每天都要带护照。我说带护照干什么？不是要出境入境的时候吗？他说哎，每两条街就有一个警察，警察如果看你的脸好像是卖毒品的这种脸的话，就把你怎么样，问一问你是什么身份，你来这里做什么。哦，我好紧张哦，还好20天蒙省的包走，没有一个警察把我拦下来。但是你可以想象那紧张的气氛。我们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玩，杨牧师就有机会跟我讲一下他20年的这些传教的历史。哎呀，非常非常，你听了心里都会这个很感动的。你知道杨牧师是海军陆战队的，就像美国这个叫做什么海狗队，你们知道很厉害的，上山下海都是怎么样中型五子的，比我们的体力一般都是两三倍好的。但是去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啊，你知道佤邦在缅甸是一个自治区，他有自己的军队，缅甸有国家的军队，他办的学校是私立的学校。哎呀，两边竞争来竞争去，把他们夹在中间。有一次很不幸的，他就被抓去了，两边都以为他是对面的间谍，所以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一直用棍子打他。哇，弟兄姐妹，没有用石头打，用棍子打，打到怎么样都吐血了，是里面出血就吐血了。你们如果想多看一看他20年在那边山上所生的经济，他有一本叫做举目向点，是写的一个等于回顾以前，然后向前面来这个发展的一个计划。他给我一本，短短的可以读，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借去读啊。我应该贴一个教会的这个名牌啊，所以你们知道这是教会的财产，看完以后还给我，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继续看。他有很多的故事，是的，在外面的宣教士所碰到的困难常常比我们在本地宣教还要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这个身体会受到一些迫害。好，接着我们就看第三个，他们就走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第14章的21节。我这个好，说那到那城里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很多的艰难。而三节说，两人在各教会选立的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就又回去安提阿，这是在土耳其的安提阿，不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我们知道这个到那个特比那个地方，这也是他住在那城，就是那个特比那个城。
他是第一次布道的时候走了最远最远的地方，他虽然是被石头打个半死，但是并没有死，只要留着一口气，站了起来又是继续传福音。说他的使命感非常的清楚，他的意向非常的清楚，虽然受到种种的困难，但是是不屈不挠。这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的。我们在侍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会不会碰到困难？一定会的，只是你的困难可能没有这样的戏剧化，但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像保罗一样，他继续来传福音。弟兄姐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除了向慕道友传福音，让他们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那就属无变流了一个以外，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他又往回去走，他其实特别啊，你如果看地图，离他母会其实不太远的，如果他继续往东走，回去那个叙利亚的这个安提亚，其实是比较近的。但是他为什么往原路走呢？弟兄姐妹，他有两个目的，他要去兼顾门徒的信心。哇，弟兄姐妹，这就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带他们信耶稣基督以后，很多很多造就的这个课程，还有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名词的，永生第一年呢、啊，然后接着又是怎么样？圣经概论呢、啊，圣经选读啊，还有门徒训练呢、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要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啊、哦。有些人说，哇，你们名堂怎么这么多？我都不晓得怎么选呢、啊。弟兄姐妹，看你自己属灵的程度，因为我们是移民的教会。你在别的教会也许信主五年了，已经信主十年的，已经受洗已经七年的，我们总来到教会不能说，哎，你再回去慕道班吧，总不会这样吧？哎，总不会叫你说你再回去永生第一年吧？那你说以后选什么呢？就看你自己的程度。你喜欢旧约，就参加旧约的宣读；你喜欢新约，参加新约的宣读。你说我圣经还没有个概念，就参加这个概论班。弟兄姐妹，这就是造就门徒、兼顾门徒的，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这个巴拉巴，他们往回路走，不容易的。这些都是用石头要打他的人的，你愿不愿意回去呢？你愿不愿意再回去原来的地方？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碰到这样的困难？哦，说向某某人传福音，哎呀，去年我才向他传福音，被他骂个半死，还把门大大的关起来，我才被他赶走一样的。而今天要叫我再回去跟他传福音，哎呀，我简直是受不了。弟兄姐妹，有时候神做事就是这样的，你要坚持到底，叫你回去第二次传福音的话，一定有他的道理，神可能就感动他了，你第二次回去，他说不定完全改变了，圣灵在他身上已经动了奇妙的工作啊。啊，弟兄姐妹，你如果传福音传比较多的时候，你会碰到一种情形，像我个人就会碰到，啊，第一次来教会，说小牧师啊，哦，新人我们会去探望你的，因为我们教会总有这个规矩，只是要安排一下哦，不一定马上这个礼拜，也许下个月我们会去探望你。他说要快啊，我以为他是什么重病快要那个了，结果不是啊。他说赶快来，我要信耶稣基督了，我已经等不及了。哎，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消息，你高不高兴啊？你真是想说我们晚上就去你家里，对不对？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现在福音的预工啊，有一些做得很好。我碰到有一个 case， 他没有进到教会几次的，但是他读那一本《游子吟》，你们有没有看过《游子吟》？就是李成写的啊、哦，他是冯秉成的，他本名，他写了他所有信主的经过，因为他文笔又好，他信仰又清楚，所以把他从开始是参加教会查经班，如果跟老师怎么反对的情形，一直写一直写，写到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个经历啊，有些读读读啊，啊，他说放不下那本书，他读得非常感动，说要找一个人教他如何信耶稣。
我怎样成为基督徒啊？所以你去的时候不要再从头讲的，你只要跟他讲说怎么样，你是不是真正在神的面前认罪啊？哎呀，前几个礼拜已经认罪了啦，你赶快叫我啊，怎样成为基督徒？你就带领他祷告，让他在神的面前公开的来认罪悔改，请求耶稣进入他的心里。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好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碰到有这个传福音的机会，要像这个保罗一样的有挑战，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使命。有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不要忘记你的意向。弟兄姐妹，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留下来的是什么？是不是我有一个 PhD， 还有另外有一个博士后的这个证书，是不是这些？耶稣基督不看这些的啦，耶稣基督是看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在他国度所做的事情有多少的帮助。哇，弟兄姐妹，深深的记住，我不是叫你们说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做了，再带两个小孩子的妈妈 90% 的时间就照顾两个小孩子，那是非常的重要，那是你的本位。但是你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你做什么呢？我工作非常的忙，我不止这个自己在外面做事，我也准备要开一个公司了，哎呀，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是很好，神有给你这样的机会能够开公司，在这个世界上为他来服务。但是要记住，你是不是还有十分之的时间能够在神的面前，不一定像我们这样全时间出来传道，但是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在你开的公司里面所底下的职员，你做了表现，是不是有一个神的这种形象，是不是有基督耶稣的样式，以至于他们跟你久了以后，他们会羡慕的。他说你在哪里聚会？华人福音堂。他说我也想去那里聚会，我看看你所信的神是不是说我想要追求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他告诉他们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是的，要进入神的国，因为这个世界上是反对神的，所以你会碰到困难，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会像他们这样用石头打，打了快半死，大概不会这样。但是你心里也会受到挫折的，你心里有时候会懊悔的，有时候你爱一个人，最爱你的人反而来恨你或者反对你的时候，哇，弟兄姐妹，你的心就像撕得粉碎一样的。弟兄姐妹，你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把这个基督的形象能够来显出来，吸引跟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亲戚，以至于他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姐妹，他们又做了一件事情，两人在各教会选立的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给所信托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来回想一下，他这个第一次布道听说差不多只有两年的时间，从这个安提阿出去居比路岛，然后到土耳其的南部。你知道他们要选立长老，他们信主的年纪多少？最多就是两年了。哇，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假如要选立一个长老哦，我们下个月就要安立这两个长老，如果他说他只有信主两年的话，你们脑子会怎么样？怎么有可能这个属灵的程度怎么会成长两年里面？是有可能，在神的面前都有可能。你说2000年前就是这样的情形，他们的长老信主就只有两年的，但是有的人信主可能只有两个礼拜，那就要成立一个教会了。他说你各教会的，所以不只只有一个教会了，好几个教会都要继续。但是你知道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的使命是怎么样？是宣教士。所以一个地方成立了以后，他们接着他们还有第二次布道，还有第三次布道，不是留在一个地方，我们所谓现在讲的什么驻堂牧师一样。所以这些长老被选立的，就像驻堂牧师一样，
要带领这些出信的弟兄姐妹，要带领这些还在慕道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可以想象，很不容易的。长老工作就像现在牧师在所做的工作，只是当时的名词就是叫长老，牧师的名词只是在这个恩赐的地方讲到说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他事实上长老其实就像现在的所谓一般教会的这种牧师，他们就怎么样，要进食祷告。是的，只有信主两年了，这可能刚永生第一年刚教完哦，我们这里有永生第一年的老师，他永生第一年上完以后说要请他当教会的长老，你会怎样？你很赞成吗？或者说哎呀，是不是要等一等啊，对不对？弟兄姐妹，是的，2000年前跟现在情形非常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人啊学习的比较慢一点，当时的人啊没有那么多的制度了，使徒回来选你当长老，他们第一方面觉得很光荣，一方面觉得怎么样，我怎么能够当长老呢？我们教会又没有主日学的制度，我们教会又没有这个，我们教会又没有那个。哎，你就是啊，你就开始要建立制度啊。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一个啊是布道的这些安提阿、路斯的特比啊，其实后来你们在圣经上有读到一本书叫哥罗西书，有没有？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其实就在那附近啊，不是说只有哥罗西有教会，而是哥罗西那个教会有收到保罗写给他的信，而且他写给他的信不只只有对着一个哥罗西教会，也给附近的教会，很可能就是这些教会也接收到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传福音是这样的，使无变有，让他们信耶稣基督，造就他们从这个信徒让他们成为门徒，接着怎么样安立长老，以至于使徒走了以后，那教会能够一代的传一代。我们如果读这个第四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情形是这样。也许我就用最后一张的 slide 跟弟兄姐妹来回想一下结论，来用我们的应用。我们知道保罗他这个主后48、49年，大概是两年来第一次的布道，所经过的地方就居比路岛，还有这个土耳其南部这几个城市。但范围后来第二次的布道、第三次的布道是有比较扩展了一些，但是当时神给他们命令，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在各个地方做见证，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弟兄姐妹，当时的地极的观念跟我们现在可能不一样，当时的地极很可能就是罗马帝国所有的版图，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是从这边的这个以色列一直到东边这个罗马，或者到西班牙就是最最最东边，北边的话就意大利，然后啊南边的话很可能就埃及，就说这个非洲了，这个北部。弟兄姐妹，当时地级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在传福音里看到第二次第三次，你如果画他所走过的地点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地点。我们看到现在地球的观念又不一样，我们现在第一个知道地球是圆，所以不只只有罗马帝国，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所以这2000年来我们就看到神的国度一直在扩展。我们前面1500年算是比较在一个地方，就是欧洲，特别是北欧那个地方，福音就在那边大大的传开，福音就在那边生根，他们这个福音会成为本土化。你如果现在跟欧洲的人，虽然他们现在传福音热忱一下减低，但是他们文化里面就是有福音。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的。我们的福音虽然是传得也蛮开的，但是我们的福音事实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本土化。我们就希望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在下面几十年的时候能够让中国人就成为本地化，以至于福音能够做得更深。那接着后面这500年，我们知道世界的宣教非常的厉害的，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李文斯敦啊 ，Livingston， 他是到非洲去，不是在北部，在中部跟南部把这个福音来传开。我们知道 William Carey， 你们如果读教会历史、宣教历史的话，他是到印度去的。他不只是宣教士，他翻译圣经，做各种生意的，所以就把福音在印度那个地方能够来传开的。当然，我们知道戴德生，啊，戴德生200多年前到这个中国的。去了，特别是在内地，把这个福音能够在内地来传开。当然，不是只有这些有名的宣教士，还有很多无名的宣教士，他们都奉献一生，一生从他们呼召一直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就在一个神的使命、一个神的意向之下，把这个福音的传开。所以现在世界有六大洲，每一洲都有基督教的福音。现在有238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福音传进去，只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你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他说怎么样？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所以不止只有万国，还有万民。万民的解释是怎样？通常是一个 tribe， 一个民族，不管是多数汉族，或者是少数民族，像苗族或者是佤族。这个世界总共有就6000多个民族，假如用这样的定义，现在6000多个民族还有蛮多还没有传到福音。他们可能就在山上，一个小小100-200万的人，他们可能是在山底下，他是非常非常跟外面来隔绝的一群人。我是相信这一些万民万族都接受到福音，不一定要每一个人都信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的地数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信耶稣基督了。但是如果在每一个族里面，一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来传开的时候，很可能就末世要快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也许我这个地图是什么意思？这个地图是一个统计，因为我们这几百年来所做的传的福音很好的统计，这是世界的地图。当然现在换成两面的啊，你如果给它折起来是一个三面的啊，是一个立体的，有颜色，绿色的表示福音已经传开了。比如说你们现在地理方麻州是什么颜色？绿色啊，你们仔细看，会看世界地图的就好。如果不会看世界地图，是在左边那个地方啊，因为现在下雪很多啊，那个地图常常显出来，你们看电视就知道。下雪很多的地方啊，福音传得很开的，叫绿色。还有黄色的，就是福音怎么样，是传了，但是怎么样，半开啊，没有像绿色那么好，但是没有像红色反对的那么厉害的。哦，这样比较容易，就三个颜色。红色就是对福音的聚集力量很大，不管是政府或者个人的。那这个你如果给它仔细看的话，好像这红色的专门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地图叫做 1040， 就是10跟40。什么意思呢？就是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的地方。哎，你们地图清不清楚？北纬就是北半球，你们是住在北半球，你们要记住啊！你们是不是住在这个10跟40的地方呢？哎，有一些住在佛罗里达可能是，但是它有一个限制，东边是从日本那个地方经过中国，经过印度，经过很多中东这些穆斯林国家，然后一直到北非，这个窗户啊叫 1040。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地方 1040 一听你就非常的敏感，以为4月15号要到了，你要填这个申请这个报税的表，他们叫 1040、哦、所以 1040 不要随便乱讲，有一些填税的人一听 1040 全身都紧张起来、哦、但是很容易记，这个 1040 就是10跟40的这种窗户，其实就是传福音所谓叫做未得之地，就里面大概有90%-95%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不接受福音的。那你说放这个地图有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现在讲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每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已经三十几年了，我们不只在本地传福音，我们外地传福音也有我们自己教会的责任啊。你说世界这么大，238个国家，我要去传福音往哪里去传呢？弟兄姐妹，这样的统计就给你一点帮助。 1040 1040的窗户是最需要的。你如果个人想要去做这种参加，不管哪一个机关团体或者我们自己教会的话，如果去1040 10跟40这个地方传福音的话，是比较需要。对教会来讲也是蛮重要的，每个教会都有一个 mission committee， 不是一个人，都有几个人，他们对这个外宣特别有负担的啊。每年像我们教会支持了16个宣教士，还有好几个宣教团体。如果明年又有人来申请的时候，你说来申请的人加上一个就比较简单，加上好几个来申请要我们去支持的话，假如你是这个委员会的一员，你会怎么样？拿出这张地图来说你要支持那个人是不是在这个未得之地里面。如果那个人是在1040这个窗户里面的话，其实应该优先的考虑，因为那里的需要性比较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国红红的啊，这不是代表党的颜色啊，这个红色是代表对福音的这种拒绝的程度，不一定是表面的，不一定是法律的，它是人心的这种拒绝。我三个月前除了去泰国以外也去兰州，虽然我的见识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在兰州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对这个传福音的这种啊拒绝或者反对或者这种抗拒啊非常的强，有形无形的你可以感觉到。比起泰国来讲，泰国蛮自由的，你要讲基督耶稣基督没有人管你的。我去那边做三远福音的个人布道的训练，训练完以后我要带包传道，所以要练习12次啊，我才可能发一个证书啊。他说12次哪里来个12个人，我们在泰国又是讲中国话，你要去哪里找中国人？所以我们就跑到那个金三角一个港口，港口就是湄公河，他们有船，中国跟泰国跟辽国他运输的那种船，哇，30几条船都是中国人的船。那些船员等到货下来了以后还没有回去前都有2-3天就在那里面呢。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就跟他们打交道啊，是不是船员呢？大部分都是。你会听中国话？他会。你寂寞不寂寞啊？哎呀，非常寂寞啊，在这里2-3天不知道做什么。哎呀，你知不知道做什么？有没有时间听听我们给你介绍耶稣基督啊？哎，他们也喜欢的，喜欢听。只是我们探访了3个，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为什么？他们说第一次有人跟我们讲这个福音啊，我们回去还要想一想啊。所以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地方有一些很自由，泰国，但是怎么样自由到某个程度，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国内兰州虽然是很多很多的聚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传福音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强。他们不能随便跟人家讲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聚会的，他们聚会的地方外面有没有教会的名字？没有的，就像一个30层大楼的8楼里面一个小小的房间，它是传福音的力量非常的强。弟兄姐妹，我就在这里跟你们做个结束。保罗是第一位送出去的宣教士，还有当然有巴拿巴，但是他们的福音要传到整个世界的地极。以目前的情形之下，未得之地10跟40，你们听我讲到就晓得，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
这个窗户里面是最需要的。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2000多年前保罗所做传福音的这些事迹就显在我们眼前，2000年后主要对我们每一位信徒徒还是有成为激励的力量。愿意我们这21世纪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能够接近这福音的这一半，那我们传福音的火热一点都不减少，外面的下雪不能阻挡我们心里的火热。我们远在我们国内离的这个108000里，但是不能减少我们传福音的火热。愿你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多了很多福音的好处，我们真是巴不得能够把这个福音来向别人分享。我们就在本地里面有好多从外地来的，就像这个目标都已经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说还有很多在我们的家乡，很多在我们以前认识的朋友当中，好多好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他们是未得之地，你们的未得之民。愿你祈求你就加强我们的信心，眺望我们的热心，在我们这传福音的一棒，我们能够有意向，我们也有使命。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祈求不被奉主耶稣